觉得啦，就是说在那些新手机啊还没上市之前，可以先来学，你觉得如何？我觉得这样子是很不错啊，因为在大家都还没有机会碰到之前，我们就可以先玩这样子。那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也可以先测试我们的手机，那及早做一些努力这样子。那你自己本身有可以拿到免费的测试机吗？有，我们有时候都会有免费测试机可以使用。对，那就是如果可以确保说我们提供服务在新的平台或是新的机型上面都可以很顺畅运作这样。那拿免费测试机，人家会不会很羡慕你？有，他们都很羡慕你，是不是？一天到晚换手机。对，每次出门都会带几辆手机。好，谢谢。嗯。